刘姐带大家到里面转转去。现在开始上人了。云南丑菊10元3斤，大丑菊，嗯，非常的甜，汁儿多水多是吧？这说真正的丑菊啊，咱是真丑菊啊，这真丑菊不是假的哈。对对，啊，还挺新鲜啊。对，啊，你这就是品尝的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来，真正大丑菊啊。大家看看他们这儿啊，一进门口这都一大车卖这个大丑菊的，看着多新鲜，是云南来的是吧？对对对，云南的真正大丑菊，真正大丑菊。这就是供大家是品尝的，来尝一块。大丑菊，大丑菊，大丑菊，看10块钱的。哎呀，真甜，特别甜，尝一块啊。行吧，来这个吧，不管的，来这个吧。你说来哪个？这也够不了，他别说不够了，爷们儿多点了都。挺甜的，这个全是。嗯，让小朋友尝尝，甜不甜？那个假的啊，咱们这真的啊。我这真的，你随便捡，都好吃啊。这丑菊也有真的，也有假的，是吗？对，有。假的什么样呢？假的那卖10块钱5斤，这个都是假的啊。啊，它模样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看着模样炒的跟那个仿特像，但是它不是丑菊啊，对吧？丑菊老菊好吃吧？云南老菊那个仿啊，真的那个也特别的像哈。哎，对啊，哎，来这里。当地阿姨买完就来买。丑菊不要，我云南老菊。看看这么一会儿，在上这买丑菊的人特别的多了啊。卖30块钱的。现在这正上人。31了，30。哎，好吃不着，云南丑菊。真正丑菊，真正丑菊，好吃不着，云南丑菊。看看，刚这一进大门，他们这地势也好嘛，好多人来围着买丑菊。来，小闺女，来，小闺女，小闺女，来一块吃，拿走。看什么？嗯。看看这么一会儿，给我围了好多人买丑菊。丑菊，云南丑菊，第一家的。多少？多少？四十多了都。换一个。我给你拿的多好啊！这就换。拿的。四十多了都，四十。我也三十。来，这15的，15块钱。好嘞。丑菊，丑菊，好吃云南丑菊，来这15块，85。来丑菊，好吃云南丑菊。20块钱的吧，这个差点不到20，20啊，20不了，20。来丑菊，来25块钱的。25块钱的。来这个，25块85。21了，20。行，好嘞。你们大家看一下啊，现在我们玉口大集这儿，刚一进门这块呢，正在卖丑菊，好多人在买。全都大家围过来买，他这个橘子也特别的好吃，特甜。刚才我尝一下。服务员，哎，还可以得满。那15块钱的，行啊，是我6块0点的15，老板。大家看看，这也是卖丑菊的，10块钱5斤，也是云南高山丑菊。10块钱5斤，没有门口10块钱3斤的好吃。在这里边买橘子的也很多，丑橘，这里边也是10块钱5斤，好吃吧？尝一块，甜不甜的？他这丑橘，10块钱5斤。哎呀，他那可，他那酸。我得从你们家这买点，那边那个不行，那个我刚瞅了5斤，那个酸，那个没法吃。我随便拿一个。全都是说是云南丑菊，但是有卖5斤的，有卖那个3斤的10块钱，真是一分钱一分货。10元3斤这个特别的甜，那个5斤的就是酸的。同样是丑菊，有好吃的有不好吃的，你们大家到这买橘子的时候一定要品尝一下，因为他们各个地方呢都让品尝的。
看我转大集转一圈，他这里的丑橘都卖没了，哎呀，全都抢着买了，没有了。今儿他这大车丑橘可卖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转一大圈卖没了。来，过来。咋卖的？十块钱三斤，就这点他都卖没了。他这十块钱三斤，那买买呗。买买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姐。今天呢，我又来到了玉口大街，正好一进门看见他这卖丑鱼，好多人在买，我们刘姐也买一个。